塞，龙妈耶，见黎明啊！哇哇，这么帅的吗？你们有没有抽这个精装转盘？这个贵不贵呀？我好想抽，因为这是个我追了很久的剧，挺想要的。嗯，这把特效枪看起来也不错的样子。我想知道这个爆率高不高，因为我的预算有限，我只有6800点券，但是我还可以去领2400官方赠送的。总共就是9000多点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9000够还是不够？不会最后连特效枪都抽不出来吧？那9000就打水漂了。我豁出去了，今天撸起袖子就是干，谁怕谁？哼，大家祝我好运，要是一不小心搞个金装出来，那就血赚。我还有蛮多抵用券的，该省省该花花。哎，感觉不太对劲呀，前期也不出一些技术东西的吗？嗯，节奏感觉不太妙，配件皮肤也没有出一个。天哪，配件皮肤也那么难？ What？ 千等万等，终于出了第一件物品，一把大宝剑。终于出了一个锤珠握把，而且是最后一组出的。天塌了，9000点券啥也没抽着，好在把左边东西领了，可以兑换特效枪，不然真的是全军覆没。也就是说，大家想要特效枪的话，你需要抽最少170次才行。差不多9000点券一把特效，真的怪就离谱。虽然我很喜欢龙妈，但是我钱包不允许我拥有，哼，太难了。看我今天穿的就像来度假的一样。看这个一级的特效枪，基础外观感觉还是太普通了一点，也没有击中效果，检视效果的话也是普通的，所以我觉得话9000抽一个这个一级很亏，除非你能抽到，那样就不亏了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包括观察妹妹的抽奖，想直接抽出来的难度非常非常大。落地发现头顶有好多只鸟，打中两枪，冲过去把他们给逮捕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咋听到后面有动静呢？快出来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对面又跑过来一个气势汹汹的，抓我是吧？我让你有来无回。砍他！他完蛋了，被我打中一枪头，一个跳枪将其拿下。还没有缓过来，另一个敌人又冲了过来。第一波我把他打成大残，结果第二波断出暗开枪键没反应。这就有点搞心态了，拉出去发呆，不断出的话他就没了。问题不大，还要复活。这个航线只能去另一个基地了，这个基地就开始无限打靶模式，灭霸有无限手套，我无限打靶。哎呀，下面有人，另一个也想飞上去，结果被打，他肯定没注意到我，准备搞偷袭了。我操！嘿嘿，跳到他的脸上来了，估计这小伙子没吓一跳吧。哎呦我去，这么飞，难道是坐发射舱飞上来的？先把血量打满，看到一个在茅草屋的房顶一直在动，没有把握一击致命，恰好有另外一个人也盯上了他，我雨露均沾，谁都打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这小子反应挺快的，扭头就瞄我，后面这个也没有打掉。突然我听到身边有动静，转头一看，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有个人在攀爬，干嘛呀小伙
子，他竟然又回来了，而且还想模仿我刚刚打他的样子。但是你这跳伞技术还得练呀，跳到了下面，复仇失败了吧？把原点的人机也收一收。一定要时刻注意头上这个圈，这里是在中间的，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个复活的人都能飞回来。果不其然，一抬头就看到一把伞，不过这技术依旧不过关，又跳下去了。完了，再见小老弟。我的天，这个人瞬间消失，这个应该很卡，不过他还是不知道这里有人。子弹快没了，转换一下。转换出两把猛男枪，正好刚出了特效枪。你还想丢投掷物是吧？丢不上来的。什么时候又飞过来一个了？他一来就舔包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再带一个，直接十杀到手。耶！霸王龙被偷了。问题不大，差不多也被我快打死了。突然一转头，身后又来一只翼龙。怎么是你呀，董事长？又被我打一次。但是我乐极生悲，我竟然忘了加子弹。突然有一个人飞过来，本来可以稳稳拿下，但是没加子弹。我还以为自己断处了，后面才发现是因为没加子弹。我哭了，他跳伞也没跳上来，不然他死定了。失误了，失误了。好啦，我是唐心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